我入到咱这个会堂的时阵啊，我真佩服。咱拜的台湾神，就是真真正正为台湾打拼、牺牲奉献的台湾的先知先觉。我咧做台北馆长的时阵啊，有一边妈祖行到新庄去，啊，我坐计程车，啊，计程车司机去哦，即落顶头踢掉咧。就有小我伫遐咧啰嗦啦，啊！伊甲我讲一句话啦，伊讲咱国国拜吼，阿妈祖台湾咧听无，我讲你凊彩讲。伊讲伊是宝典人啦，啊！伊则讲我甲讲咱听无，伊讲几句啊，伊的话我听了，我真正听无。有人咧讲诶，讲台湾大概台湾头甲台湾尾吼。大概拢拜，拢是拜迄落中国神，毋是拜台湾神啦。看对是先，毋是中国神，搭先就是啊。有啦，阮台北关有一个廖天兵庙啦。台湾廖天。呀，但是廖天兵，甲咱二二八的牺牲者，亲像咱林宝生教授、甲丁丁，甲咱即马近代，咱为着台湾拍拼牺牲，像林三田、卢秀一等。事实上，为台湾打拼、牺牲奉献，啊，咱甲尊做神，这个就是提升咱台湾精神啦。我足感动的点吼，我今日来遮，我足感动啦。唔是单单是恁安尼拨恁宝贵的时间来，我足感动就是讲吼，台湾人，台湾头甲台湾尾吼，我知影，敢若拜两位是。拜台湾，台湾尔啦，一个是廖天丁，啊，搁一个十八王公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像你拢拜迄个中国神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来拜台湾神，我足幸福个啦，我足幸福个啦，啊，我不然安尼吼，我即马即个拜台湾神，即、這个要摕转去阮大树吼，要来穿我见转来，拢要来穿真了，即个是我感觉，即个就是台湾精神，台湾精神，